家鸡皮，鸡骨只唔好，我七七十六。阮遐人加工有人叫我来，我就咧做呾。现在伊折嘛，照常折起啦。诶，遐气温真足过用，来，就阮咧做咧做一支皮，我人讲话我皮。啊，就阮咧算个叫做无气温，要较要熟气，要较老嘞。啊，遐我唔感觉死啊。啊，像北澳水遐嘛无得耐。今天我们所服务的个案是在彰化县的埔心乡。这个个案它本身就有一些轻微的筋障，所以今天我们也有结合到85°C 一起来协助这样的一个个案。主要就是来帮他把家里所有的居家环境来整理干净。好，那我们原则上就是85°C， 我们按家的客厅的前面。85°C 长期以来致力于一些公益的活动跟一些公益团体合作。今年呢，我们是跟这个横山行善团来帮助这个弱势团体呢，有这个思觉失调症的这个家庭呢，环境条件非常非常差的这种家庭呢，来帮助他们来修缮他们的房子。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，发挥它的影响力，让所有的企业呢，把这些交给专业的人、专业的基金会，能够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。85°C 邀您一起吃月饼，做公益，购买小城典藏礼盒，85°C 即捐出50元给横山基金会，让爱不漏。